全场只有你哦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那个下一首歌是很悲伤的气氛。也不是悲伤，其实对，昌哥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歌？对，就是释放心情的歌。好，介绍完，释放心情。哎，接下来我们两首歌也来带给台中乐迷一个 special 的，要不要？好。特别，就这场。刚才我们这样即兴，就好像有点 idea， 应该可以唱一些有关的，唱一些有关特别的歌是不是。对，想不到的歌。对，隐藏歌单。对，台中老师直播给全世界。台中刚才台大都听到了。台中很不容易下雨。好啦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那个感动大哥。好啦，最爱雨天。迟来的是你。下雨的声音，好，来，这是我们这一个高雄
丹。哎，歌单不对，是台中，不是高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有点啊，是台中吗？好了好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就是我们每一场都要在不一样的地方。就是我们上次是在高雄，我们在是最后一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天，怎么了？很难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超贵的，它是汉斯的。下次教大家用啊，大家真的都不会用。有那个插头，会用的话是非常好的东西。因为它是稳定的，所以它不太会晃。OK， 那这个就会晃了。OK， 好，还没场在教大家用，今天先用这个就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我没有手机啊，那我要怎么直播？然后我们等一下直播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然后这首歌你们一定会唱啊，一定会唱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歌，只是献给台中的，所以高雄没有，台北也没有。好，来这首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尽量要让他们羡慕我们，所以要感觉很欢乐一样。可这首歌好像很分享这一则影片的，哎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对，记得要 tag 周杰伦。哎，这静音哎。啊！啊！我的太长了。等一下。其他太长了。这边有未满。OK。好，我先 tag 一下。但一定要先拍到我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拍大家，好啊，来了来了，好，哎，大家好像感觉要拍照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一样，我们可不可以求下面的朋友帮我们拿？但是因为前面的声音会太大声，所以我们到第四排、第五排的朋友好不好？征求志愿者。志愿者。没有。谁要？然后手机就带走了，没有关系哈。谢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那你过来。拍他一下，给他出名。好，你可以帮我把你要拍照吗？好，那你等下，好，那我跟你握个手好了。你好。拍照的时候来找我们。我叫米菲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可以帮我们拍一下。好的，来呀，这首歌。好，你们对，就是往后，哎呀。再后一点，然后大家都要拍进去，有没有？有全部的人吗？不要管凯哥，一定拍得到我，因为我在中间。好，来，这首歌叫做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。Thank you.
好厉害啊！俊凯他平常的那个做人做事态度，他一定会大大的那个去送一个礼的，对啊，让他有这么好的光，对啊。对啊，那我的感言也很短，就是上一年半前我上次来台中专场，大概150到200人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上次就说哦，你下次一定是会 double， 但是这次好像是3倍以上，这次大概700。谢谢台中，
我们下一次，我立下宏愿，心中的图画，下次要接的。小巨蛋吗？不是、啊，台中而已啊。台中，台中，台中有小巨蛋啊。这次几百？啊，有吗？台中有小巨蛋。台中歌剧院。哦，歌剧院，歌剧院。高雄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的主打歌，叫做《天使也会受伤》。那我就是你们天使。怎么了？是怎么了？怎么？不是，刚才那个灯光蛮好的。哎，灯光是再全部暗，我们看一下大家多亮。哦。哎，这超帅的，超漂亮的，很漂亮。大家感觉你的右手这边很多肌肉，前面谁想放飞